侮辱殿下的人，死不足惜。这人的血真脏。怎么还没消息？怎么这么慢？可能出了点状况，我打电话问一下。给我来打。你好。你不是我的手下，你是谁？我只是来提醒米小姐。 如果米小姐不满意中国的生活，我家主人会很乐意送您回英国。去机场，夏奇轩，你以为我不在中国我就动不了手脚吗？等回到英国，我一样能让那个女人好看。啊，终于到家了，啊！ 我的小床，赶紧休息一下吧。啊，您好，请问哪位？苏小姐您好，我是王者财团的人事负责人，您提交的简历我们这边已经看到了，我们认为您的资历非常合适，下周一可以直接来入职了。哇，王者财团邀请我入职了。好的好的，谢谢您。 墨玉，秋胡，我去上班了，你们好好在家待着。我去，你干什么？我最讨厌别人碰我屁股了。苏荣已经去上班了，你还不去公司？急什么？我已经吩咐下面的人了，他们不会让苏荣受委屈的。再说。 让我一个大总裁亲自去迎接小职员，这也太不靠谱了吧！嗯，哎，我操！让你别碰，我听不懂是吧？不好意思，我只看到一只狗在狂吠。你大爷！啊，本来高高兴兴入职的，结果。 我告诉你，这周必须回家，给老娘回来相亲。只能回去一趟了。爸妈，我回来了。乖女儿，你终于回来了。你妈更年期到了，老爸我已经受不了了。老爸，你这样说，不怕我找老妈告状吗？怎么能这样对爸爸？ 老妈，你在做饭吗？给我把“老”字去掉。你们刚才是在说我坏话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就好。明天乖乖跟我去相亲。伯父伯母好。 我是苏荣的男朋友。爸妈，我们要去趟洗手间，一会儿见。说，你到底什么意思？做我女朋友。这人是不是脑子瓦特了？夏奇轩，你今天没完了是吧？出门右转找个司机，送你去医院看看吧。 你想干什么？